我们来到了清水啊，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先生一起来拍照，好朋友。我们通常就是一个霸王或米糕，一个干面，那非常好吃。但是它有一个沉香吗？不用，因为一个厨师朋友来你。哎呦，我也是有内涵的，好不好？它的大碗真的超级好吃，然后那个皮超滑的，我真的要吃到这个才有回家。大家熟悉的画面，熟悉的场景，你们记得我们之前有曾经拍过一集子凡的寻根之旅吗？我们来到了清水，要带他来吃他喜欢的白头菜。今天还有一个先生一起来，不要再照镜子了，进来。大家记得一个台中好朋友吗？台中好朋友，我们好久以前，好来，你再介绍一次来。我是索莱克。哎呦，很久以前我拍过一集城中市场，在我们两个都还是 YouTuber 星星的时候。YouTuber 星星是 YouTuber real。星星 New Star。New Star。年轻人讲话好快哦。很难过。因为他也很想吃，反也很想吃，超想吃的。因为我以前高中就在对面。高中的时候，白头菜有这么常店休吗？没有，他那时候还是蛮常开的，但是也是可能两三点中午要翘课来吃、你们可以翘课。你们没有在翘课吗？翘课不会被打断腿吗？什么意思？我那个年代什么意思？哇，你那时候还有戒严、我要翘车，我要翘车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还挑了很多很赞的霸王店，而且每一间都非常的特别。好啦，今天他就要带我们去吃他以前在这边会吃的，然后我跟猪也各挑了几家。新学的，我新学的。大家，我们现在正在杨元讲的婚礼，那感谢我们今天的财神乐天国际。感谢今天的财神乐天国际，热泪盈眶。谢谢，救命救命！恭喜，谢谢乐天国际。我们下个月也要结婚了。希望乐天国际银行可以去赞助他们的婚礼。是的，各位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开通乐天国际银行的话，记得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开通乐天国际银行账户，并输入优惠码 WIN， 在10月10号前开通金融卡，就可以获得现金回馈200元。如果已经开户的朋友不要担心，我们还是准备了很多好康。来，只要你邀请朋友打开你的乐天国际银行的 APP 里面，透过你的个人推荐码或者是连结提供给你的朋友，让他在9月30号之前成功开户，你跟你的朋友两人都可以得到500点的点数回馈，500点，没错，而且1元等于1点，所以你有500元，我也有500元。我觉得乐天心脏很大，他真的不怕我们粉丝众多，他会倒吧？这个东西是没有上限的，所以你邀请10个人就有5000块，你以后在乐天市场上的消费就全部都交给乐天国际银行就好了。有没有？他真的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，跟你的朋友、姐妹、妈妈、爸爸、阿公、阿嬷都可以开户，请见下方资讯栏。不是好康，我们还是不分享的。乐天国际银行，赞赞赞！我们两个姐姐今天算是非常开心，我们来参加安仔的人生大事。我可以看恐怖片的现在。一路从之前接乐天国际银行接到现在，我们家小刘都结婚了，不知道接下来是不是下次继续照顾我们。没错没错，我们希望乐天可以继续供应小刘之后的，比如说奶粉钱啊，尿布钱。对，没错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就可以用乐天国际银行回馈给我们的那个点数，到乐天市场去买一些生活日用品，有没有？总之就是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。现在是下午1点，每次没有买到白头菜就是一定要配划得来的。划得来，这次我点的是奇异果。划得来明明就是我家乡的东西，但我就是划得来的水果系列我觉得都非常好。然后那个奇异果是本人，它没有被弄成太甜的，好好喝。它是切的大小，感觉是用手或是特别的工具切的，不是全部打成泥。去下一家。等一下，不要闯红灯。哦，好。我没有要闯红灯啊，他只是想出镜，我是热情，我是雀跃。我们真的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二家是台风霸王，这一间是我挑的，但是这个营业时间是朱大爷的错，他没有搞懂，今天没有开。我们最近就是很容易遇到公休的店，但我想要简短介绍这一间店。这一间的霸王真的超屌，它是那一种超级薄、超级薄，然后炸的超级脆，脆到不行，然后它的酱是口味很清淡，我都会叫它加2份酱。对我来说才刚刚好。是哪一种酱？蛋口味的甜面酱，蛋口味的白色跟红色的那个米糊，我喜欢那个熊熊的那种酱。好，算了，我们吃不到，我们现在就是再住一晚好了，下次再来好不好？下次再来住我家。
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家，就是王牌。王牌真的也是很有名哎，就小时候我爸也会常常带我们来，而且每次来都是排到尿，是清水量大。这是很新颖的说法，我要学起来，排到尿是会尿出来的意思吗？就是要夹着的。我们今天点的就是他招牌的米糕跟干面，还有油豆腐。你点干面，我是蛮讶异，因为台中还蛮喜欢。我们会吃干面，我们通常就是一个霸王或米糕，一个干面，然后再配一个清肉羹汤。所以台中算是淀粉王国，因为全部都是这些。淀粉，因为它讲是一个米，卤蛋是比较黑的深色，卤的比较入味一点的这一种面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吃，对，它算是我近期吃觉得蛮好的面团，因为它没有那个油面。因为诚如大家知道，我们团员并没有在爱吃台中的干面，这个就是沙鹿跟清水的干面，就是非常好吃。你们上一趟没有吃干面吗？好土哦！我要吃米糕，王塔的米糕，它看起来比较清秀，不像那个另外一家颜色比较深。对，另外一家比较深，感比较重，然后它没有被酱泡烂。对，觉得面很好吃。我觉得它很适合早上吃，就是再早一点，不会那么heavy 的感觉。虽然说还是有一些肥肉，就是它还吃得到那个糯米的香气，它米感你会爱，因为是很一粒粒的，我觉得比较后面有那个八角跟胡椒的。我这个假设是不是太做作了？对，太做作了，太做了。八角跟胡椒是谁啊？你在哪里？我都没吃到，我只吃到八角。有一个甘草味啊，是比较干爽，而且酱味道不重，所以还吃得到那个米的味道。肥肉我觉得是偏咸的，所以整体跟下面虽然说不湿，但是搭的蛮好。比较起来，要我硬选一家喜欢，我会选阿柴。哦，阿柴的那个讲大声一点啊，重口味感。哎，朱军，你点这个是啥回啊？手工香肉油豆腐。豆腐 and 肉，不用点。哎，有了这个豆腐，吃到肉的地方比较甜，比较好吃。我比较少吃到白色的红米，蛮推的。我觉得如果不用排队的话，真的可以来吃。以前要排队的时候，反正我就懒得等了。直播卖珠宝啊，还有海鲜啊，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前面本来要吃霸王，然后就小出彩，小碰壁，我们就想说，既然都来到了清水，清水人说清水沙鹿是霸王跟那个米糕的同宰米糕，就是满街都是，你随便一家基本上都不会太难吃。嗯，这家是我们无意间在 Google 上面看到，然后我们就看到它有脆皮。敢号召脆皮是很少，因为他直接说，因为一般油炸不叫脆皮，油炸就是油炸。但其实我会想来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他有那个炸芋头丸，这个不是在这里应该有的，就是东西。没有，我没有看过，我没有在路上看过芋头丸、啊。别出心裁，想说有油锅就去卖芋头。对，那他怎么不顺便卖脆鸡啊？都有油锅，那我也会点啊。哎，是脆的，哦，它这长得很脆，而且因为它炸，看是它的皮也是很薄，然后它的面有点滑。它的面是另一件事，哎，你好像在吃饼干哦。外面很像在吃一些裹一个酥炸粉或什么的感觉，它有一个咸酥集团的味道。椒盐，椒盐，这个很另一件事哦，它不是霸王，它真的 是好吃的，但是你不会想到是这个味道。它的皮就像咸酥鸡的那藕桂条的那一个流派的味道，非常的好吃哦。它不是芋头贡丸，也是藕桂条，它里面都是芋头，哎，很好吃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咸菜肉饭卷，它想补充青菜。不是，外面有人在卖一盘豆芽菜。你是不是很久没出去外面？是不是 Uber Eats 用太多啦？我觉得它的油面是普通面店的油面。我觉得这一个就是比较我想象中台中的干面会有的味道。哎，其实它干面也不差，但是跟刚刚比起来是很清爽的，比较原味，一点点胡椒调味而已。这个别的地方有吗？没有。清肉羹汤是不是只有清水沙？只有沙鹿，只有海鲜有。他们说肉羹这个清汤不是说它不是肉羹的派系，而是说肉羹本来就是在讲它的肉。所以其实是汤是清的，对对对，不是清肉羹。欸，你一个台南妹教呢？欸，我跟你说，是网友教我的。那种清肉羹，我哪一间我都喜欢。我也是，就是这个不太，因为它就是骨头底吧。因为除了这里，你们就喝不到这个。他们家的汤啊，是属于菜头味比较重。嗯，阿柴是甜味很浓的，但这个的话就还蛮朴实的。超爱，这我很喜欢呢。这个可以每天喝。谢谢前两家没开，我们还是吃到一家赞的嘛。
现在呢来到了一家叫做板街的店，然后这是我自己在 Google 上面放超大超大特别的，嗯，然后来之后我们爬了一点点的小梯上来，它在一个半山腰上。哎，它这个肉桂卷是很多层，而且看起来有点像面包的，对，因为一般肉桂卷是表面会有一层白白那个，很像。很像什么？他吃的肉桂卷是不是跟我们不大一样？我没有吃过外面有类似。对，他说他的肉桂卷上面有小哎、欸，还是他是干嘛之后才吃？卷白白的上面那个明星都吃。我觉得大家都不知道你在讲哪一颗肉桂卷，大家会很好奇说，那你可以去知道上面有小的肉桂卷，它比较像面包店的那一种。因为他刚刚有讲他的面包都是出自高美露面包，但是它有一个沉香吗？有一个有对不对？哎呦，不用，因为一个厨师朋友来你。哎呦，我也是有内涵的，好不好？阿姨是肉桂卷女王。对啊，我不太吃面包啦。嗯，但如果我觉得你喜欢吃面包的饺子，对，然后你点一壶茶，嗯，我觉得会不错。它的这个蜜香红茶是我喜欢的，那个香气很细致，应该是冷泡的吧？而且它有强调一定要有冰块比较好喝，让我觉得哦，你懂哎、欸。你的世界里应该是 anything 都要加冰块比较好喝，肉桂卷也是要加冰块。我跟凡都是不吃肉桂卷派的、啊，因为我也不吃肉桂卷，不太吃。他只吃上面有小的啊，没有小的我可是哪个厨师？我们现在呢来了的这一道什么鲜蔬猪柳，就是它可以做鲜蔬猪柳炒饭跟鲜蔬猪柳面包。哇、嗯哦，这个面包是热的哦。很多啊，而且他说他这个是用在地的小农做的蔬菜，只有简单的感觉盐巴胡椒而已、嗯，但是我觉得很好吃。对，因为它的原料味道很好，我觉得它包面包超好吃。对啊，我觉得非常好吃。欸、我想要再三份啊！我还说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在说什么？我们要加去火车站好不好？接下来我们拍肥肥鱼 ，OK。我为什么吃那么少还那么胖？年纪到了。沙鹿清水也盛产麻油，很多榨油厂哦，小的，哦，适合种还适合榨？干啊，然后像地瓜、凤梨啊，哦，都是这边。这个是我们两个难分难舍，哎，我们有没有那个吗？禁忌面线，怕死，不好看呐、啊，这么大桶，我们就是贪玩了。搞笑，哎，子凡今天很吃我的点呢、欸，对啊，好开心哦、喔，他喜欢一些老艺人的笑话吧。嗯，我超级爱吃手工面线的，嗯，感觉很辣，很辣，那个辣辣。怎么了？吃很 Q。你想过面线可以这样做？嗯，吃习惯中部手工面，是都是这样吗？就是他们在做的时候就会加盐巴，会比较有 Q。哦，工厂的就会粉粉的，嗯、很容易烂。我很惊讶，他们的面线是咸味的，做的时候就有加了，超特别。那个厨师的专业，来解释一下。你喝酒喝太多，酒喝太多啦！刚刚大家会以为自己按到暂停哦。它旁边那个蔬菜很好吃，它不是没有加什么，那就油油咸咸的。下酒菜的调味了、嗯，就是你觉得要加一个啤酒或冰的白酒之类的。我觉得这个很非常好吃。哎、欸，我这次来，我真的是觉得要抱着开放的心胸、欸。对啊，我们前面这几家有点撞进来，都是我一般不敢走进来的店。嗯，所以你平常不喜欢被撞进去。杀戮小孩的主战场，来来来，帮他打个 spotlight。这一间真的超赞，这一间是我每次回来杀戮百分之百一定要吃的，没吃到会有点哭的那一种。对，而且它就是不一定会开，然后它的口味是有点点偏甜，我觉得超好吃。哦，它的霸丸真的超级好吃，它的肉啊是那一种滑滑的，嗯、然后肉感很强。霸丸面的干面一定是油面底的。阿姨好像鼻屎要掉出来。它的白酱是我超爱的那个流派，不庸俗，浓郁。对，重点是它上面那个酱油啊，没有抢走任何，因为有时候酱油太强的话，那个甜酱、米酱会消失。然后那个皮超滑的，我真的要吃到这个才有回家。它的肉很鲜甜，它的肉真的跟别家不一样。它的香菜也会跟那个肉在你嘴里爆开，我刚咬到觉得超香的。吃下去是先是 QQ 的霸王皮，然后是有一点点嚼劲的肉，然后是脆脆的笋。超好吃，这个我真的可以一人两颗，然后它的这个汤感觉也超赞哎，嗯，很清淡，配那个很甜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刚好。通常肉跟汤都会一点点，这个菜头甜而已，因为其他的东西口味会超浓。它这边的肉跟汤可以给你选勾的跟清的，但它的肉很好吃。我觉得
得是今天我最喜欢的，真的很好吃，肉燥的油脂跟香气很重，是不是要收在口袋爱店？嗯，好吃，但就是糊糊的，会吃出面油面的糊感的那种。喜欢吃软面或大骨面的人，真的你会超爱。今天晚很好喝哎，超级好喝。上一间就是巷口好吃的脆皮肉，但这一间呢，就是他所有的料都在跟你说，我是一间大名店。我觉得他是在跟你说，我是一家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的老店，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是老店，20年来都是这个味道，好推哦这一家。然后他那个汤真的是清水风的汤，对，超好喝。哎，这间真的很赞哎，下一家 ，Go。修的人吗？我舌头不怕，但是手啊，我以为厨师都要可以这样子摸铁盘呢，不行哦。我不是厨师，我是一个喜欢做菜的人。好恶哦，整段剪掉。哎，这个现在吃会烫死啦，会烫，因为它里面一定有很多水，因为皮很厚。就我们买的是那个刚杀戮霸王旁边的那个生煎包，是不是？生煎包感觉很锁水，它都没有流出来。我们买的是它完全刚起。对，连我这种铁砂掌妹都有点，哦哟。你看，给他看，给他看。但猪，你是怎么找到这一间的？毕业车站附近就是最热门的这几间，然后这一间就是讨论度最高。这个会烫死啦，这个我不敢吃。但这一间是我也是从小吃到大，里面沙鹿果小，妈妈就会接我，然后来买一个这个再回家。它里面应该是很多肉质的，肉超甜的。哦，你要吃完一颗不要吃我。这一家是一样在那个隔壁的一间杨桃博，然后我买的是柳橙杨桃汁，叫不买原果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这一团都不懂杨桃汁，我很怕。可是我觉得柳橙。我们会累残，但这一间也是我们全家从小喝到大。现在这杯哦，有点鲜渣饼的味道。对对对对，它有鲜渣的味。嗯，很会讲，好烫。因为我喝下去想说，你喝喝看，哇靠，好鲜鲜渣，对不对？其实很像狗杂米的。我觉得是它调味里面就有加类似鲜渣的东西，因为我喝不到柳橙味。我看它柳橙是加柳橙汁。啊！完蛋了，我们在整老艺人。对啊，老艺人回家会说，哎、欸，那一段帮我马赛克。它其实很好吃哎，它的肉是超甜的那种。对。然后它最下面那个焦的地方是煎的很比冰花那种更脆。哦，它的肉味超重的。肉味是重，如果你喜欢吃挡烤鼻的，你会喜欢这个口味。我觉得它还蛮适合下课吃，就像你讲，你妈以前会买的，但是它不会是特别要来这边吃的一个东西，我觉得是一个回忆。啊！要烫死了。干！啊！你是不是要回家再吃啊？带回板桥。哎，但我跟你说，另外一家我近期比较常买，就是那个猪肉馅饼。他以前是在菜奇亚里面。我现在来到了一家有一点关系的店，蛮神秘的选店。对，然后他其实是艾克的姐姐开的。对，听说他要来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招牌非常的丑。他们在当初在装潢这间店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警告他们不要做这件事。设计还可以再修，但他们最后还是坚持把我侄子的脸印在招牌上面，而且很丑。我怀疑他是台中一个体系的连锁店。我们之前在那个哪里有吃过？彰化。对，彰化有吃过，然后。我们上次去大甲也有人推荐这一家，我们每次去中部问美食推荐都会有这一家。哎，我觉得那个东北大饼超好吃，因为它那个咸酥超香，超好吃。它以前开在菜市场里面，这一家我也是吃了20-30年。那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猪肉馅饼，我不要了这样。其实这个要很小心，这个就是那种爆炸被烫伤。嗯，要这样好吃哎。这一间真的是必吃。它的韭菜盒子比较干一点，我觉得我刚刚有点干。它长的是我想吃的韭菜盒子，就是。又干又扁，阿姨，我想问你是不是吃到了包装纸？对，它的苹果气泡是会有蜜苹果本人的。我点的是招牌厚奶拿铁，这个不是你点啊，这个是他逼我们点，也强迫我点。你讲了之后，我不免一直看着那个小孩，然后觉得不寒而栗。不是，他们晚上讲不听哎，晚上会有点怕。晚上如果这个灯亮着，不是亮着，是灯泡有点坏掉了的那种三色。因为他的咖啡是很顺的那一种。就有一些会有太呛，或者是
会有焦味，这就是很 smoothie， 所有东西都干干净净。苹果西打咖啡，它如果在咖啡厅做的小杯精致一点，可以卖更贵的那种。今天其实呢，来到这里，艾克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，因为他是一个爱做菜的人。最近呢，我与好学校有合作一个全新的线上料理课程，索艾克的私房料理学。其实之前已经上募资了，那这一次呢？这一次就是再来我们的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还有这个课程。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想要学一些漂亮的摆盘，或做出一些漂亮的菜，各国的家常的客菜，然后都非常好上手，然后也拍得很仔细，每一个步骤、每一个材料、食材要怎么取得，都会跟大家说。那详细的折扣资料，请大家点开那个下面的影片就应该在留言会有。下面的什么？下面的什么？影片的留言我会帮他留。想要用心过生活，好好的做个菜，不是懒猪猪，就是叫外送或什么的话，这堂课程买起来，你们就是可以没有时。时间没有地点没有压力的想要学就可以学，因为你只要平板手机电脑都可以用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清楚吗？因为我们家的子凡也有在好好上面开课程哦。喜欢我跟子凡的话记得多多支持哦。笑死，都变我讲哦。现在优点咖啡，然后它的英文名字是咖啡秀。这家其实是一开始没选，但是我点一点之后我就找到这家。但你找这间很厉害，它就是我国高中可能下课或放假的时候会跟校花来这边吃的店。你国高中就来吃这种店，很时髦哎。装潢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变吗？我觉得可能有小小整理的。它的外观非常像吉卜力画出来的。对，我会橘子。帮橘子粉煮的感觉很好。你点的那杯是什么？漂浮冰咖啡。而且这个鲜奶油好像阳春面哦，会不会其实是阳春面混搭？因为它的细度很像面呐、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一般的酥皮耶。是谁啊？对啊，很高级，而且它的香味超屌的耶。但是这个是漂亮的哦，这是用心的酥皮耶。你有没有让你是放在一个篮子上面吃吗？它皮超脆，然后它一丝一丝觉得好像你现在吃这个一丝一丝的还是酥脆的。不会可以跟我们聊天啊，我们很喜欢聊天。酥皮很好吃哎，不一样哦，真的哈，不一样哈，一般的酥皮不一样哎，它那种一般是方形的对耶，它那个酥皮好吃哎。它其实现在泡烂了之后会有一个面的感觉，有，我觉得比单喝浓汤好很多。我觉得要点酥皮耶，真的。你们家的炒饭很厉害吗？一定要点哎。那哪一个是最一定要点的？十几。好，那来一份。阿姨在那边趁虚而入，而且就是没有转过来问说，对啊，她都不敢转过来看我。这个是很台式意大利面哎，很像大学的时候会点来吃的。而且还有这个哎，讲出它的名字呢？蛋菜。我去过，你好懂，我去过法国，我去过法国。你要说澎湖，对不起。哎，它的花枝是有雕花的，对啊，它有鲜味。我以为是最庸俗的那个白酱会腻的，我觉得蛮厉害的，海味感觉蛮重的。OK， 不是你以为的那个白酱，有鲜，但真的是台炒啊，好吃的，而且它真的有把那个海鲜的味道，就像炒出来，鲜味都煮到那个白酱里头。虽然颜色看起来很淡，可是吃下去是真的会有那个鲜味的。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哎，看起来是粒粒分明。肉超甜。它肉怎么这么甜？可能有腌过吗？是粒粒分明的，但是是湿的。这个就是比较家常味一点。这是不是你很擅长的东西啊？你说切肉吗？我觉得好吃哎，很嫩。它的味道很不像会配猪排的味道哎。它的炭味蛮重。那它的那个黑胡椒酱好吃吗？好吃。而且我觉得可以选台式的酱料，好赞哦。就是一般都是配西式的酱，我觉得好无聊。西式的酱有什么？番茄红牛肉酱啊，红酒酱、奶酱、白酒酱。但它这个部位蛮特别，一般是一排一排的，它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切法。这个好吃哦。这里是适合来约会的，要老派的约会。我就是校花旁边的狗，小奶狗，小奶狗。那时候还可以当小奶狗，现在是垂奶狗。你真的太迷老艺了。
嗨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的沙鹿清水寻根之旅，你现在是怎样？我好奇，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我从小吃到大，已经很习惯了。你这样吃下来呢？我觉得有一些让我非常惊艳，跟其实就是带我回到以前的那个年代的东西，真的是非常勾扎鼻，我有吓到。因为就连我在吃我自己家乡的勾扎鼻，我都觉得有点已经有点没办法带我回去了。但是今天那个霸丸真的让我觉得惊艳。回到20年前，最后的这家优点的酥皮浓汤，我也觉得是 very good 的。好啦，那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然后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可以跟索爱克拍片。索爱克的大家线上课程叫什么？索爱克的私房料理学，喜欢的话也可以支持，也可以到下面的留言区看看。留言处猪猪会帮我放上链接。对，今天也很开心可以跟陪审团大家介绍海鲜美食，下次再一起去玩。好，如果真的有要看他再出现的话，再留言啦。对啊，拜拜，再见喽，大家，拜拜。你的手一进来，拜拜。可是喝咖啡不就是要喝苦吗？现在流行喝那个有一点点果酸味啊。我不大喝果香的。与时俱进。与时俱进。你居然被你被我纠正呢、欸！我与时俱进，生是杀戮人，拉是杀戮屎。又有。这个很难想。你要不要跟刘永伟结婚？对呀、啊。